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洛圣都，我是小吴。那么这次活动是我和地铁啊，我们双群联动啊。然后我们大家也看到，我们这次玩家人数也是特别多啊，我们是23个人。然后我们打的是犀牛大战骷髅马啊，俗称牛马对决啊。那么就让我们敬请期待这场比赛吧啊，我们也是好久没打了，赶紧。啊！玩家正在加入中，哎，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了。我告诉你，小吴那队必输。不要难，好吧？哎，好像真的掉了好多个人，好像真的掉了好多个人。我要换队伍，救命！休想！来，一起白给啊！那个小兵没进来，没酒进来的赶紧进来啊！我们下一局还能再来。我们总共4胜制的，4胜制的话，最多有可能可以打7局。好了，我们各位准备进攻。原来骷髅马打那个犀牛是这样打的。对的，我还以为是平地，不是平地打，没那么容易的，没那么容易的，各位没有可以录像，可以录像，开个录像，到时候晚点可以发给我，我弄个多视角，哎，地铁一定要录啊，地铁，我靠，不会在这个时候有人悬停吧？这里要是悬停的话，就真的搞笑了，真的。我试试。哎，我好像悬停失败了。哎，如果悬停的话，真的，我们禁止悬停，不要悬停啊！不要弄悬停，弄悬停的话太容易那个了。哎，好快啊！上来就很酷吗？哎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一开始？哦，哎，酷，是不是没有上那个呀？没有弄犀牛嘛？等一会儿就有了，开始以后就有了。啊。因为我记得啊，有，突然间，对的，突然间有了。我要撞死小，我想，这要是没有戏的话，这是要凉了。哦，我以前打过，以前打过有，不是犀牛那版，我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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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多好多好多，完了，我已经死了。哇，我刚出来就死了。哇，这个东西。哇靠，一个个死啊，我操，还有几个，可能还有俩火箭筒，火箭筒的话打骷髅马拉基本上秒死。哎，这怎么在天上怎么卡这么久呀？谁卡住了？我操，肯定是谁卡住了，不然的话不会这么的卡。自觉出来受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正在加载了。他妈的，我掉了。怎么？狗色怎么掉了了？哎呀！所以说我们这次一定要开加速器玩，不开加速器玩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情况。准备进攻，我将带头冲锋。开太快了。哎，真的，我们禁止悬停，不要悬停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用了一个悬停。不要悬停，太那个了。虽然我刚刚也用过，但是这个只是体验一下。完了，这样的话真的要死了呀！对面要死了。现在镜头给到隔壁的小屋，他现在我没飞过去，他飞了，但是速度能更快，然后他一头窜在了铁板上啊！再次发钱冲锋，他从左边隔到车速，哎我靠，车速太慢了，不够，又一头窜起来，我靠，我车速太慢了，不行，要开快一点，进攻！我的目标有问题，哦，击杀成功。只剩一个了。哎，我发现换不了车啊，下不了车。下不了车。这个是应该地图制作的那个设定。进攻。哎。小吴来了，这个骑车。我靠！出现高手了，我要切一下他的视角。有两个，你但是，哇靠！全是残骸，完了，全是残骸，我操！哎，怎么还有一个人怎么在地上呀？抓他！哦，
对的，有车当掩体撞不了了。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复活，就是按住 F 键，按住 F 键应该可以。你看按住 F 键行不行？什么玩意儿？他应该是车被打坏了，没动了。这是要同归于尽的，炸死了，他动不了。这个人他车坏了，动不了。哇，Souls Rot 好强！可怜，我打死了，没打死。你在？狗子的说话怎么？狗子的声音怎么这么狗？哎，不是，怎么又卡晕了？本次活动到此结束。Day two， 我感觉我刚刚可能骗了一波，骗了哪个网特别差的人？操！直接加吧，不拉了。刚刚下线那位，你注意一下，你这个网络有，一定是你这个网络有问题。我刚是谁下？谁奥泰斯先关了？骗了个地铁啊！小心小心背后，我操，哦，击杀了一个，小心小心背后，我操，别吓我，先躲小心你背后，我操，先躲进掩体里，小心你右边，先躲进掩体里边，哦，小心你右边，又来一下，哦，进攻，这不是地铁吗？右边小屋，我发现了，哦，进攻！哇靠！你背后又来一辆，来了！哎、小薇，你背后啊！我靠，看没飞过来，小薇没飞过来。进攻！呜、哦！进攻！喂、哎！哎哎哎！我、哦、靠！我、哦、靠！三个人。也没了，哇操，太多人了，完了，对方只死了两个人，只死一个人，完了呀，要死了呀，这不是小 B 吗？哎呀，右边小屋，左边小屋左边，小屋，哦，不行，全死完了，还在云上见不来。幸好狗色帮我爆点，不然的话我就反正早死晚死都得死，不明目了，连谁杀了都不知道。对的，但是这个掩体施法有点失败，别人把掩体都撞下去，老三体人了。回合五了，我感觉绿的这个是三体人，我有这感觉，就是我们可能比人家少一局，因为他们有一局赢了一局。你们先冲，我在后面围那个围观，稳住兄弟们，哦，危机机缘来了，不行了，慢一点，不能这样子，我的油门就是我操。哎操！先把小兵给撞了，呜、哦！完了，完点！哎，这穿模了呢，我就是玻璃往里出了，没打。你别忘了，还有 X 键。日他妈的，再按着 X 吧。哎，进攻！这啥？哦，哇，阿柴牛逼 ！Yes， 但是我感觉有可能我们要输，因为他们多赢了一局，他们有一局在上面的赢了。One and a half billion years later. 2,000 years later. 你们还在云上吗？没错，还在云上。Three days later. 哦，进来了。哇操！进来了，哇、
好，我突然感觉这期视频如果做出来的话，我感觉我在想，估计就是2000，每次打完一次都要2000 years later 一次。我告诉你，完了，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少，只有哦，出来，来了。我们一半的时间都在宰肉，刚才那宰肉的时间都够打两局了。好像有人掉了，我看到两个人掉了。好多，何止一半？完了，我靠！哎，我被偷袭了。哎，我们来这排队吧，来偷袭，来，完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人，有个人啊，看来我只能待会看阿凯的视角了。哎，这是一个死啊！哇操，干掉狗斯特，哎呀，漂亮，把狗斯特当做掩体，我操！我靠！不要倒！当心！我以为小吴还在上面战斗，结果小吴早就死了。我他妈已经死了。nice！ 小吴已经走了十年了。哇！又死一三六，只有一三六了，一三六。好，这个烟气很 OK， 加油！一三六加油！当心，不要被撞了，不要被打了。五高，哇！完了，烟气被炸了。完了！干掉，赶紧干掉一个当作为烟气。哎呀，没有了。打谁？我以为这个应该是又卡了又卡的。哎，不是吧？怎么这个能卡的？好了，虽然我们这次打得很失败啊，但是至少我们玩得很开心啊，活动很成功啊，所以就感谢大家收看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